变美的方式，从仪器、注射、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提供全方面的知识，打破商业化的谣言，选择最适合的建议。Hello， 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第一次很紧张。我好像天生比人家老，为什么有救吗？今天的主题很特别，其实偶尔会遇到有客人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有几个问题，好像会让他觉得他比同学看起来要老。有人就会说，哎，你是不是时间过得比较着急，人家老得快，或者是对你是不是老在那里等？他事实上他实际年龄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因为一些问题，就让他觉得好像他看起来比较老。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脸上的松啊垂会让人看起来老，可是有一些人因为年纪没有很大，所以他的皮肤哦先天就比人家要松，这个跟老化不是有一定的关系。通常你的脸皮可以这样特别捏起来的人，通常是天生。我们知道我们的脸分三层，第一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第二层是筋膜，第三层是筋膜室跟脂肪垫。那在皮肤跟筋膜之间，它不是空空的一些东西，它有一些像须须一样的东西，它去抓住，让两层之间粘合在一起。可是有一些人，他先天呢，他皮肤跟筋膜之间须须的抓着力很不够，或是他这个须须很松散，所以他皮就可以很轻易这样子跟底下筋膜分开来。这个通常是天生。也就是说他年纪比我大，二十几岁他就皮特别松，所以他老化就比人家快。可能人家要四十岁才会达到这样一个松弛的程度，他可能不到三十岁他就有这样松弛的状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音波，可是事实上这种它不是很适合打音波或电波，因为通常皮肤跟底下筋膜比较松散的人，你会发现一个特色，就是他皮通常特别薄，像我们这种皮厚的，或者像这种脸皮厚的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它的皮特别薄，所以它的真皮里面胶原蛋白含量也少，然后在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筋膜之间，那些抓住两层的那个须须主要成分就是第一型跟第三型胶原蛋白。当它缺乏这一种第一型跟第三型胶原蛋白的时候，它在打其实效果是很有限。这种简单讲就是它先天皮肉是有一点分离，它捏起来是就是皮捏起来，不是皮跟肉一起捏起来。我们要改善它，千万不要打电波，它用拉线的方式效果也不好。因为我刚说了，它其实底下是空空的，它的组织感觉像豆腐，你铁链穿过豆腐，你再拉回来，豆腐还是在原地，因为太疏散了。所以像这种状况，就会建议他打打童颜针，让他里面皮肤以下的胶原蛋白增加的时候，他那个紧致程度也是会增加的状况。好，当然如果他特别厉害，然后又想要持久的效果，那我们可能就要打一些多余的松的皮把它修掉，然后再让它整个收紧。他年纪没有很大，但是他法令纹却比人家深，看起来就会比较凶，然后看起来比较老。但有些人呢，他其实年纪很轻，国中、高中的时候看起来就有点臭老，臭老你知道意思吗？嗯。所以法令纹绝对不是老人家的专利。事实上我之前的节目有讲过，我们脸上所有的纹路形成一定是三个原因的综合。第一个是松弛跟下垂，第二个是流失跟凹陷，第三个是肌肉拉扯。比如说有些人他先天上颚骨特别凸，这个地方会特别凹，嘴凸的这里当然就比较凹。另外一种状况是颧骨特别大的人，这相对当然会比较凹。所以天生骨头特别凹陷的人，他其实青春期的人就会发现他法令纹是，那这一种类型的人就要解决骨头凹的状况，重点就是要填充。那这种凹陷型的法令纹填充，我们之前有一整集的节目在介绍，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可以用常用的微整形注射，如果你要持久永久一点的，你就直接放个垫片。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法令纹，他说他其实从二十岁就有。有些人会说啊，我的法令纹是因为我太爱笑造成，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肌肉活动特别发达。我刚刚说我们脸上所有的纹路形成有三个，一个是流失跟凹陷，一个是松弛下垂，因为你是肌肉拉扯。太爱笑的人，你的肌肉拉扯一定很频繁，就很容易会造成这种细纹式的法令纹。那这种细纹式的法令纹，就是因为长期肌肉去拉扯造成。就像我们这个地方一直皱，打肉毒它就不会皱，可不可以？可以啊，可它有个缺点，打了你就笑不动，脸会很僵。那这种状况，我们可以用童颜针去修它。那这个当然在我们之前在讲法令纹的三个形式处理，有没有特别详细的介绍？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颧骨下面这个地方，它远远看起来就很像把我们的苹果肌切割成上下两半。那如果很严重的猫咪纹，它会跟泪沟连在一起，看起来就很像吸毒一样。这个猫咪纹是因为韧带造成。那既然是纹，那它当然也有可能有三个原因构成。那这一种流失跟凹陷指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它的生成脂肪垫萎缩了。
第二种状况是全带这个量送这个下水。什么叫全带？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讲过，我们在处理猫咪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有的人他猫咪纹是年纪大的时候才出现，可是有些人他年纪轻年就有猫咪纹。如果你先天就有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一件事：你年轻人的时候，你有一点点猫咪纹，笑的时候是有点可爱的，就像酒窝年轻的时候笑得很可爱。可是呢，随着年龄，你的猫咪纹合并的一些松弛跟下垂的时候，它会越来越严重，就会开始显老。这时候猫咪纹就会慢慢只变成印第安纹。所以你有这个猫咪纹的问题，也会让人看起来显老。还有一个特色，有猫咪纹的人，他不一定两边都有，他常是一边比较严重。那他怎么治疗、怎么处理呢？我们之前节目有讲。黑眼圈在台湾真的很常见，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过敏的人特别多。那长期的过敏，它就可能会造成黑眼圈。你看，黑眼圈本来是这样，处理完以后看起来就年轻很多。是我把他的鼻子过敏治疗好吗？当然不是，我没有办法治疗鼻子过敏。可是今天不管你是熬夜是过敏，你不睡觉造成黑眼圈，都是你结构上的变化。我们之前节目也有一集特别专门在讲黑眼圈，它的结构是怎么造成，大家该怎么处理。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黑眼圈的节目。虽然我没有办法治疗你鼻子的过敏，我也没办法阻止你不睡觉，可是我们可以逆转你的结构。眼圈可能是来自于泪沟，另外可能是来自于眼袋，所以我们要改善眼圈，就是改善泪沟，改善眼袋。黑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皮太薄，当皮肤太薄的时候，这个皮下面的肌肉看起来就会呈现比较黑褐色。所以你的皮肤如果像它这样子，你看富含胶原蛋白，很有弹性，就会显得很亮。这个时候你黑自然会改善，你会看毛球差不多，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有精神、有气色，会好很多。关于波纹介绍，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讲过，大家可以回去看。波纹有分直的跟横的，那特别是横的波纹，对不起，那绝对不是单纯老化，它是天生的，最主要是因为皮肤跟紧过肌粘连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改善这个横的波纹，跟拉提是没有关系的，必须要改善粘连的地方，可以用一些童颜针或者是像一些小分子的玻尿酸去改善这个横的波纹。因为横的波纹一条两条没有关系，它很多条的时候也会让你的脖子看起来显老。今天的主题就是跟大家介绍，有些人他年纪或许不大，但是他觉得自己看起来就显老。那这几个问题，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每一个问题我们都有特别拿出来详细的讨论过。有兴趣，我们会把这个连结放在这个影片的下面，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你是哪一个问题让你觉得自己看起来显老啊？如果你只是瞎做一些仪器或是打一些东西，它往往是不能够达到你要的效果，反而会有一些奇怪的问题发生。微笑才是最归向做样导专业。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很有趣的话，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帮我分享出去的话，你跟我们小编说，他会把这个微整圣经的电子版寄给你，里面写了很多关于解剖跟构造的概念。欢迎大家帮我们按赞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或者在微信或 LINE 上面，不管在脸书、YouTube、B 站，或者是微博、Instagram， 都有我们的踪迹哦。那欢迎有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询问。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喽，拜拜。变美的方式，从仪器、注射、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提供全方面的知识，打破商业化的谣言，选择最适合的建议。